地震甲民众的财产是真有关系，但是长期以来因为行政程序复杂，所以真侪人若是有地震的问题，拢爱找代书来协助处理。为了提升地震的服务品质，彰化县地震处甲地震事务所自行研究来建置彰化县地震 AI 小帮手 LINE at 官方账号，提供一时智慧 AI 自动回答系统，方便民众来问常常遇到的地震问题。由彰化县地震处甲地震事务所自行研发的彰化县地震 AI 小帮手 LINE at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未来有地震的问题，拢会当透过这个系统来找到解决的办法。地震关系到民众的财产，只是长期以来因为行政程序的关系，真侪人有地震的问题，拢爱找代书来协助处理。为着要提升服务品质，并且落实地震服务，彰化县地震处甲地震事务所的自行研究建立彰化县地震 AI 小帮手 LINE at 官方账号，会当提供一时 AI 智慧自动回答系统，方便民众来问常常遇到的问题。随着手机跟电脑越来越普及化，那怎么样让我们的乡亲有更好的服务？那我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地震处，在蔡处长的带领之下，同仁们也都很有才，那用最少的本钱做最好的事情哦。那去年呢，我们的建界一把照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说能够拿到奖之外，我们呢审计室也主动帮我们报到审计部去哦。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这个服务奖。那今年呢，我们自己又开发了一个叫做地震 AI 的一个小帮手，因为透过去年的这个间接一把照之后，那有很多的乡亲常常都有 QA 的一个问题，我们呢就把它 QA 的问题呢整合起来，那透过我们的这个 LINE@ 大家呢可以上去把关键字输入之后，那相关的一些资讯你就可以在这边做相关的一个查询了。那这个后续我们会再把它连接到我们彰化县政府的一个这个计划处的网站进去哈，让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LINE@ 的部分啊，或许搜寻得到，或者直接到我们县政府的网站都可以。我想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蔡处长带领的团队哈，真的非常的优秀。那透过这样不断的精进我们跟民众的一个服务，让民众能够有够大心的这个感觉安尼哈。彰化县地震处处长表示，彰化地震优质服务大家拢看得到。在内政部的评鉴当中，彰化地震处嘛得到第一名，地质甲土地登记率嘛得到业务优良奖。彰化县政府的地震团队包括地震处、县内地震处，啊，佮有八个地震事务所，一步一卡印，为着乡亲的服务。我会记顶一年的110年的3月31日。我们伫这个所在来发布一个间接一把照，戒指跑不掉，吼、哦。这个专案吼，是阮何秘书首创啊。一路行落来了，阮伫110年的10月，搁甲推广出去。咱彰化县八个所拢开始有咧做这个间接一把照，拍照存档的动作。真无简单吼、哦。咱审计部彰化审计处吼。看到地政团队的努力，伊甲这个阮这个专案吼报伊甲审计部，结果伫审计部得到肯定哦，伫得到一个奖哦，110年下半年度因的行政机关优良实务的案例得奖，要伫审计处得到审计室的肯定，还是真无简单。在现今迈向网络普及的社会社会，网络社群使用度愈来愈高。加上民众尽管是使用网络接收各项信息，并且以文字的方式来询问，彰化县政府地震处自行建立的彰化县地震 AI 小帮手智慧回答系统，民众只要在 LINE@ 官方账号问问题，就当一时以 AI 智能客服主动回答的方式，提供民众正确的地震资讯。新彰化新闻北边林彰化采访报道。